小伙伴们注意看，蛋仔岛中的吾皇猫，它是一只小猫咪，它的第一个好朋友就是巴扎黑这只小狗。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，吾皇猫在蛋仔岛中只有巴扎黑这一个好朋友，错，大错特错。其实蛋仔岛中的吾皇猫，还有除了巴扎黑以外的第二个好朋友。你们难道不好奇吾皇猫被隐藏起来的第二个好朋友究竟是谁吗？众所周知，蛋仔岛中的巴扎黑和吾皇猫，他们经常坐在蛋仔岛的长板凳上。如果你喜欢巴扎黑和吾皇猫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当吾皇猫坐在凳子上时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左右脚底都是四个粉色的猫猫脚垫，并且我和学姐发现当它行走的时候，它的猫咪尾巴也是会露出来的。对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，因为我设置了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Later. 那么吾皇猫被隐藏起来的第二个好朋友究竟是谁？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中发现了吾皇猫的第二个好朋友，就是淘气丸子鸡块妹。仔细看，鸡块妹胸口佩戴了一个猫咪徽章，并且她头上也有一个徽章，这个徽章和吾皇猫脚底的脚垫是一模一样的，可见鸡块妹非常喜欢猫咪的。所以说在蛋仔岛中，鸡块妹就是吾皇猫被官方隐藏起来的第二个好朋友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